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这个好可爱，翅膀很好。主要是我的嘴巴已经吃的没味道，没颜色了，没味道了啊。你有事儿吗？我一个人吃饭，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。劳工，行吧，我确实是劳工。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。这不是我的歌单，这是张欣的歌，真的会笑。我不睡觉，对啊，今天晚上都别睡了。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那个买菜，买菜。开玩笑，不可能了。我要睡了，我等一下就睡了，我就直播一下下。谢谢风雨不变喜欢着你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马直拍盘包浆，啥意思？讲话我听不懂。可以点歌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要我给你放吗？还是？谢谢风雨不变喜欢着你送我的夜蝶，谢谢阿峰，谢谢阿南。谢谢楠楠木瓜送的夜蝶，谢谢楠楠。我睡了，你们再睡吧。今天头发好长，是因为他给我接长了。就是咱们有一个长发的东西，厉害吧？但是我这个不是那种接发，我就是一次性的那种，所以就很方便。长发也是劳工。长发好美，我也觉得，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打光还是非常不错，用完就拆，对，而且不给头皮造成很多压力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，就是很适合我们这种从事 idol 行业的人。谢谢人在毒圈的龙宝宝送我的夜蝶，谢谢龙宝宝，谢谢。哎，对，我今天也，而且我这个衣服也是就是左搭右搭搭出来的。我还问他们我今天是长发好还是卷发好，他们就说还是直发吧，我说行。这个灯好白，确实好白，白今天真的很美，确实。没有我一个人，他们都在那儿呢。呕吐的，今天脸好想像小鸟啊！谢谢楠楠木送我的权杖，谢谢楠楠，谢谢。真的很想呕吐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我抱不起来网易。在我的想法里，我是非常健壮一个人，我觉得我可以公主抱到很多人。但是你们知道，你们不信抱一下身边的人，就是你们公主抱然后做深蹲是根本做不了的。公主抱很简单，但是蹲下去就起不来，很难的。我蹲下去但是起不来，让他再举重。完美犯罪想要姻缘，真假的？就是我觉得这个歌还挺帅的，其实有空还可以改编它，就是改一些曲什么的，因为它我就是可以把它改成个男团，就把 rap 都去了，就觉得很不错。然后这个舞也是重新编的，副歌是我编的，然后桥段那里是老师跟我们一起想的，然后这里也是一起讨论的。好大声！画质很好，
好吧，我的直拍是不是质量不太好啊？你这个直播我真的扛不住，那你说一吧，挺好。谁跟我说是做计划制？有点难救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他那个舞台，你用手机拍出来，它就是非常的曝光。有就很好，有就不错了，确实。我也不知道我拿到的时候是4K 的，可是放出去就是这个鬼样子。对，我们为什么不用相机拍？应该是相机。简单的原因，但是我今天看到那个谁，有些人拿相机下来了，非常聪明，确实，一些闲置。哎，我之前那个 after party 的那个直拍还不错吧？对，他们相机直拍好高级，在哪里可以看到？我去看一下。对的，哎，你们怎么知道哪个绝绝子？我课堂被抓了。你在哪课堂？你说微博吗？没办法，过曝就过曝了。没有啊，对啊，我是正大光明。因为他们那个，我看了他们拍的那个 MV， 拍的好好啊，就是很有那种文艺感。对，我觉得很不错。今天连眉毛那么好看，你今天看我是看的很顺眼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非常王家卫，我很喜欢那种有美商有美感的作品，感觉好瘦，挺好的，我挺开心的。直拍是 staff 拍的，不是啊，我们都是成员之间拜托互拍的那种，因为 staff 也很忙嘛。谢谢深野昂 Andy 送我的夜蝶，谢谢深野昂 Andy， 谢谢。也没有这么不好吧？你怎么嫌弃我的直拍呢？我觉得还是能看清楚一些东西的呢。谢谢大眼晴子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大眼晴子，谢谢谢谢。Shorts 太好笑，确实，之前跟大家说什么拉闸的时候，我就没想到我们也会遇到这样音乐拉闸的音乐。我也不知道最佳拍档是什么时候，如果有通知的话，我们第一消息会通知大家的。不过现在道具什么的都很紧张，包括服装，就是根本没办法，可能要东拼西凑。我还是希望我能够买到东西的那种会比较好，要不然我自己心里面也会很难受的。不冷，因为它那个后面有暖空调嘛。的表情就是时而很热，谢谢 Q 仔送我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。对，对，这个短袖好大，但是穿着挺舒服的。很 emo 吗？你肯定是触景生情了，我。谢谢守护星海的星海，这么晚了还在搞学习啊，搞到口袋房间来了，加油加油。你可以把我放在旁边，然后
搞学习。对，我也不知道具体的。才卡那么一下，还好了，我很淡定。你们真的这么晚还在学习？好辛苦。又卡了，这就是3420那个一个现状。其实那天播完，我就觉得我的手机是不是卡 bug。确实不卡，不是3420，卡点就好了。啥意思？卡点就是我卡，我直播卡还得卡点，啥意思？卡上话，就是那个，还要这样子吗？可能网都不太好，我真的求他不要太不好了，不然修都没法修。谢谢七个龙东墙送我的夜点，谢谢七个龙东墙，谢谢，谢谢。对的，好长，确实好长，很方便。好帅呀、啊！下周有电影，我觉得说不定每周都会有呢。对的。大人真辛苦了，对音轨真的很不容易。想到我那天剪那个合拍视频的时候。对音轨对机位什么的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就是那种熬夜的呕吐感。此处应该跳一下徐昂一卓的呕吐舞，呕吐舞。笑死！我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哦，我也不敢妄下断言，因为我觉得每天都是不一样的一天，对吧？你耳朵好看，但是被我头发别住的，它就别到前面来了。我不想听说这些，听说，说不定是假的呢。别逼疯我了，我很脆弱的。真的疯了，真的。谢谢楠楠妈送我的夜蝶，谢谢楠楠。奶奶把这个直播间弄卡了，我开始甩锅。谢谢养羊妈妈第7344变猪送我的夜点，谢谢养羊妈妈，谢谢，谢谢。大耳朵图图这句话不应该用在我身上。在这个中心耳朵大的人比我多，知错能改就行啊，楠楠没事，也不全是你的问题。别卡，我求求别卡了，卡什么卡呢？有什么意思呢？换个位置，我跟你讲那儿更卡，你们是没看到我在那儿被卡的时候，魔鬼位置，这已经是最我们网，这是网速最好的地方，说实话，真的吧？
趁他现在还没卡的时候，赶紧给我截个图，亮出我的 T 恤。Holding my breath till I can say all of the words I want to say. My heart.嗑瓜子的声音确实是有人在嗑瓜子，你没听错，耳朵挺灵敏啊。确实。我觉得初恋是这个初，没有什么初恋是什么，感觉这个拍出来就是这个样子，能看的东西也差不多都看的差不多。去去。这么晚了为什么还没睡觉呢？我能明白我为什么没睡觉，大家呢？哎，真的好米好米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形容词。好米，哎，新中心这个事情我一点儿都不知道。谢谢一心一意许杨玉卓送我的夜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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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感觉从不同的成员嘴里可以听到不各种各样的版本，我有点不知道。五十平这个不错，公公都五十平了还公共澡堂，你不觉得这个事情一听就很不合理吗？谢谢 Q 仔送我的夜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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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Q 仔，就是他的意思说，哎，我们这个房间，哎，他有五十平，哎，就是不给你们设厕所，对吧？真挺讨厌的。行吧，可能是我不懂，但是看他之后吧，我觉得我也没有去问过这个事情。感觉很多定数，之前说东，后来说西，后来又变，都不一样。对，确实。但是现在还是在这儿比较方便工作。其实中心感觉大家每天晚上啊不睡觉，真的我都服了，感觉还是个，确实真的感觉只要晚上大家一呼唤人都聚齐了，在不管几点都能叫到人的那种，很能熬很能熬。对，就比如说你做核酸，很多人都说，哎，那就别睡了，大家都一起熬，就是这样。我也是熬过几天的人，小女不才，只能熬几天，一星期能熬那么两天吧，毕竟也是姐姐了，确实。这个文化不兴有呀，知道了，会早点睡。嗯，好哟，我想就传你。我一般几点睡？我也说不准的，有早的有晚的，或者有的时候困了十点钟就开始睡了，有的时候八点就晕厥了。然后到了半夜又起来，其实也不太正常，然后会做很深的梦，但是这几天没办法，一定要早起，所以就前两天，就是你进入一个深度睡眠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敲门说洋洋起来了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好痛苦，然后过一阵他又说，哎，你们先上去等等着，然后我们又等着，然后又睡着，然后洋洋就这样子，然后那个啥
那个结束之后我们又要排练了，排练的泱泱起来，就是永远你都感觉你睡到一个状态的时候就会被人叫醒的那种感觉，真的很生气。对，但是因为又是那个工作嘛，太可怕了。我不管多你不保证那个花它会一直盛开，今天晚上月亮会不会在，就到什么时候才会到来，我不敢对你保证，我能一直富有，我能一直年轻，一直拥有魔力，充满活力，因为有什么难题我都能够一直开心。There's only one thing that I can promise you, that I can promise you, yeah. There's only one thing that I can promise you, I love you.rap 播到30分我就关了。我期待 baby， 我期待快点回到我身边，别等待我依赖 baby， 我太依赖别离开。I love you, I promise, I treat you like goddess. Someone who's a bird, but I still be by your side. 对，口音一定要学到位。分享了你的每一年。There's only one thing that I can promise you. 哎，不过这两天感觉肉眼可见没有工作，挺好的，还是挺开心的。大家上班的时候就是我们。快乐休息的时候，对的，就互相气。你们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，真的是相反。明天听讲，明天没工作，但是我有个舞蹈网课，老师还给我便宜了50块钱呢，我真是赚到了，你们都不知道，真的是。太划算了。对，你们也在这个时候多多汲取一些新知识，我觉得我也不是捡到钱，就是觉得很开心。截图刚刚不是截过了吗？今天眉毛很好看，那我就不画前面了。我知道了，画的越少你们越觉得好看。我脸蛋好小一只，真没有。哈哈哈，这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？又看完了，祝福。人就不能有彩虹，人就不能有凡尔赛。我可没有炫。炫耀，我只是在说事实。卡在一个很奇怪的表情。这个领子真的很大，确实。那我不撤退。看不见屏幕，宣传一下一群10079414174，欢迎大家加入哦，欢迎大家加入10079414714。但是这是有门槛，
背下来了，是不是很惊喜？但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好炫耀的。我已经背下来了，放心。我还记得旧群的号码。耶！别提了。对啊，因为大家都跟我一起背下来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是。IFSP 没有什么东西过不去。好，谢谢枕头送我的夜蝶，谢谢枕头，谢谢枕头。你们睡觉都用什么枕头呀？我突然想问你一句，我用的是那个什么，我是 ESFP 加 ISFP 的中间，就是我用的是那个乳胶枕。嗯，就是它是。但我觉得好硬，但可能睡起来有助于睡眠吧。10079417141，10079417141。OK。我先睡了。带你到我家了，还是又开始买菜了，不知道买了什么。拜拜。请问我现在多少套？拜拜。700。关掉。快睡吧，刚进来的。